台湾组合 SHE 的成员 Ella 三年前为老公赖思祥生了仔仔敬宝，这日她就为仔仔庆祝三岁生日，祝福仔仔健康快乐成长，还基于她未来找到自己的方向就勇敢去追寻，爸爸妈妈都会陪她一起努力去完成每一个挑战。之后她还跟大家分享她的妈妈经，叫各位妈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，不要过度牺牲自己快乐才可以令小朋友快乐。而他的方式就是乖宝宝贴纸，先和敬宝设定一个目标，达成就可以得到一张贴纸，集齐指定数量就有礼物一份，而且还会有颁奖仪式。